那我们现在就设大的专员，那也是这个我们的好同事，所以今天他大喜之日，一定要过来给他祝贺。那我相信他的为人，那我们廖校长、执行长都比我还清楚，坐在他非常的认真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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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跟爸爸妈妈报告，我们现在就是的福利还算不错，0到3岁，3岁以下有那个托婴中心，那可以用很平价的这个费用就可以照顾小朋友。另外6岁以下有亲子馆，这个是每一区我们都要来设立。那阿公阿嬷呢就可以带着小朋友到亲子馆去使用所有设施设备。那这些设施设备，如果你在台北用的话，当然一个小时都要1-2百块，很贵。可是，在基隆是免费的。那更重要的是，我们现在生意开补助2万块。
所以呢，我期待他哦，就是加油一下，哦，早生贵子，而且最好一次生双胞胎，好不好？这样子哦，这样子那个阿公阿嬷跟外公外婆哦，就不用那边抢孙子，而且哦，这样子又还要这个劳这个舟车劳顿，不用那个哈、哦、两个这样子，一边可以照顾一个，好、哦。那我在这边再次祝福他们，那也再次祝福在座所有与会的嘉宾，祝大家都幸福，谢谢大家，也祝大家新年快乐，谢谢。好，那因为日子实在是太好，我在这边再次举杯。那最后跟大家报告一个好消息，就是刚刚我说为什么要请他们加油，因为我们基隆的小朋友的出生数在我选举的那一年是1900个小朋友，那我当选市长之后，奇怪，大家就拼命生小孩，所以那个隔年的出生人数变成2400人。那今年农历还没过了，对不起，算去年哈、哦，去年超过2500多位，所以人口已经在增加，人口在增加，基隆的人口在增加，所以这个是个好消息。那所以我说为什么要身先士卒，说他们两人要加油，要鼓励一下。好，再次祝福大家，谢谢，恭喜各位，谢谢。而且我再补充一下，那个黄爸爸跟我爸爸哦，他也认识，他在那个我们属立基隆医院，我爸爸那边当志工。所以他们都受到那个黄爸爸也很照顾我爸爸、嗯、谢谢大家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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